阿岩是个标准的宅男，每天除了做视频，很少有朋友。三十好几了，也没有个女朋友。今天晚上又要赶视频了。喂，小妹，那么忘了钥匙吗？阿岩哥，冬天好冷，衣服好贵，我好穷哦，你借我1500块钱。让我买件羽绒服呗，分期还款15年，每年100，每个月8.3块，每天2.7毛，我天天给你发红包，上午1.3毛，下午1.4毛，每天都是一生一世，天天有惊喜，天天有联系。不对，妹你一不一你十五不晕妹不晕，阴房滑定33333333，他一不晕还滑定三，五妹不晕倒亏，拎定03333333333，一你九亏拎定39999999，15你9亏屋定99999999，不对，有线来坑物景，光真老爷们局里不送得了吗？插定就上当了。